哇，小丽，东哥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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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儿这么爽呀？对，你看看，这简直太漂亮了。这个绿树，哇，这空间特别好，这个视野。哇，你坐会儿。这个你也有？对 ，OP。哇，这个哦，你用这个 MC。对对对，啊，太哇，这个简直太美了。对。哎呦，这儿有一洗手间，哎，有个洗手间，啊，其实是小了点儿，对，就是有点摆不开，但是但你就在这儿写的歌，对，就在这儿，对着这个景色，这个简直太美了，我天哪！哎，原来你们这院是住了好多人是吗？就是四个，我和伟伟、马条还有马飞。伟伟原来住哪屋呀？这个房间。哦，这边还有一房间。啊，对，哦，那个房间。这个房间。哦。然后是穿上去，还有他们是吗？下去是这边，明白。就这儿就能看到，那就是小六的房子。哦，他原来住那儿。对，小六的房子。我天哪！还有那个仙桂、小河。小河哦，他们那个小环境特别好，就是有很多植物啊，就感觉更诗情画意。周老师没住这儿呀？他没有。哦，在那个西堡。明白。